在门诊上呢，也有经常有病人呢，就他呢拿着这个 TCT 和 HPV 的这种单子呢，来过来咨询啊，我们呢就会告他，你需要做一个阴道镜，这样病人呢就第一反应呢就说这个阴道镜检查疼不疼？阴道镜呢，它是一个内窥镜，但是它不进入患者的身体啊，它只是在就我们身体之外，它通过一个放大的技术，可以放大到8到25倍啊，借助一些醋酸和碘这种化学试剂来观察宫颈和阴道上皮外阴有没有病变。所以说，阴道镜检查呢，它是不疼的，但是呢，如果阴道镜检查发现有可疑的地方呢，我们需要取一点活检，去做组织病理学的检查。但是呢，宫颈它宫颈的这种上组织呢，它的这种痛觉神经呢，分布的呢是比较少的，所以呢，取活检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必要进行麻醉，它呢会有点不舒服，但是呢不至于说很疼的。很多病人呢进行检查完以后呢，他没有什么感觉，我们取的这些组织呢进行化验。化验完有问题的话，我们呢再进行接下一步的治疗。